场的朋友们一段短气功啊，送给大家。旁边小要开始挑战的朋友们，看想象一下难度啊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小哥练这个练了一百多年了，朋友们看一下绝活来了。一二三四，这一百多年了。他现在已经鼻子跟嘴冲。